不办，你干嘛不办？他在那个地方，应该。他在那鼓掌。哦。有病。他在那，他在那哄。他在那。他是在那。我在那。看都看不到。哎呀。但是。好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呀。这个。把他们强制性。放了一个。对，来，给你出出去难得了，你来找他。让他保持体型。你看。 把它赶出来以后，把那个门给封上，这样子。每天啊，睡眠大概有16到18个小时。我靠！剩下的6个小时里边，又有70%的时间在。哪儿来的？这个还属于运动健将级的。 I think yeah, he's constipated. Oh, shit. Yeah.